棒球比赛当中，为了推进垒上跑者，教练有许多战术的选择。这些战术当中最常被使用的分别是盗垒、触及牺牲以及打带跑，这当中又以打带跑战术条件最多。虽然名为打带跑，其实应该是跑带打。教练一旦下达了战术，跑者必须在投手出手的瞬间先行起跑，打者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击中来球。打跑战术如果打者击出安打，不止跑者可以因为提前起跑而多推进一个垒包，甚至在一垒有人，打者击出滚地球时也有很大机会避免双杀。不过相对的，打带跑也必须要面对打者挥空、跑者被触杀的风险，所以和盗垒的情况一样，打跑战术常出现在球速对打者有利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时候投捕之间比较不会用 pitch out， 先起跑的跑者被逮到的风险就比较低。